请主持人小川。谢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耀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伊贝诗纯肌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嫩。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欢迎；著名情感作家陆琪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吴磊老师，欢迎。来，接下来我们看看四位老师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了解一下。我和我老公结婚已经13年了，虽然他的年纪比我大的蛮多的，但我觉得我们能走在一起是一种缘分。结婚前他承诺会把我当作掌上明珠一样宠爱，但自从有了两个女儿之后，我们俩的距离好像就拉远了。他呢总是让我把他当成小公主一样的宠爱，可他毕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不应该再这么幼稚下去了。在他的心里，那女儿啊工作啊都比我重要，我的地位好像是从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爱人一下子就变成了家里的保姆。他现在不仅和女儿们争风吃醋，就连我出去忙工作他也觉得我忽略他了，每天就因为一些小事和我闹，那我真的很累。他毕竟也是快40的人了，为什么就不能成熟一些呢？掌声有请这对夫妇，有请。周先生47岁，来自湖南个体；曾女士38岁，来自湖南个体。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身上的担子都不轻是吧？嗯，有个2000斤啊，嫁个大公主，是累吗？累并快乐着。累并快乐。大公主哈，万千宠爱在一身是吧？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感觉。哦，现在不是了哈。对，就是结婚了13年啊。嗯。开始认识的时候到结婚，然后到生大宝贝，我觉得都还算不错。嗯。到了小宝贝这里之后，我觉得我就真的是变成一保姆了。啊，怎么有了二宝，您的地位就变了呢？因为他所有的关注点都在他身上了，以前对我的所有的好全都烟消云散了。哦，爹跟女儿亲对吧？是的，对你也很亲呐、啊。不对你也很亲吗？但是你自己感觉是这样，好像就变了，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没有变。但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呀。啊，他做了些什么就让你有这么深的感觉，说哎呦他们俩夺走了我的爱人？就拿出差来说好吧，以前他都是电话给我嘘寒问暖的，但是出差都是每次我打电话过去问他，然后他从来没有主动打过一次电话。每一天他会来一通电话或一个微信，但主要目的不是为我。他说发下妹妹的照片给我，快12点钟了，你赶紧发过来，要不然就到明天了。这个还是妹妹，每一次都是妹妹，妹妹，妹妹就是我们的小宝贝。哦，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是想，妹妹每天拍张照片的话，做本这个纪念性的册子，但不是说没有你，因为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也拍了很多，只是没有这个连续，因为我们中间没有计划做一个每天都认的这个册子。可能是你这种感觉，有了这个小妹妹之后，我问她要这个照片。但我确实没有说出来，说啊，你也发张照片给我。我记得嫁给你的时候还是挺漂亮的，现在我觉得慢慢变老了。你既然对妹妹都是想做一本册子记录她的每一天，那我呢？我慢慢的变老之后，你要记录我从年轻到老的每一天啊！我也想做本册子，为什么你给她我没有呢？你的册子也会做啊，只是没有每天都连续起来而已。我觉得这样子对我很不公平。你先认识我的，后面才有的妹妹，好不好？哎呀，我的妈呀！
我觉得你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应该比原来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事情多了，第二个你也变得更加成熟，不要跟小宝宝们争风吃醋。我心里你确实没有说你变老了或者说有什么其他想法，这都是你自己这么去臆想出来的。我没有争风吃醋，我只是说让你把以前的那种感觉延续到现在，哪怕是多一点点而已。就是他除了这个对家里面的二女儿比较上心之外，其实做个相册嘛，每天当爹的要个照片嘛，尤其出去的时候想嘛，他还做了什么让你感觉那么强烈？我出差也是啊，他对我不闻不问的，包括我下班比较晚回来，就拿那天那件事情，我觉得挺伤心的，到现在还挺伤心。就是晚上大概11点多钟，那天风雨交加的，我每天都是顺风车回去啊。那当天我就打电话，11点多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我要回来了，今天下好大雨啊。我是提示他，但是他没反应。后面他就说哦，小心点，挂了电话了。我觉得很伤心，然后我又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可能会怎么样？这个事情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我是对你觉得的这个自信，因为我跟你在这么久的话，你的这种处理能力、应变能力比一般女孩子要强，我是对你绝对放心。因为你事情不要什么事情往这个负面的方面去想。再应变能力强的话，我也是一个女人啊，在这种晚上回去，我也会有点害怕呀。害怕，因为那个时候是在市区，我认为人很多。我插一句啊，咱们不说这个了。我问几个问题，就此事儿，我问三个问题，好不好？第一个问题，您为什么不直白的跟他说，老公，我今天挺希望你来接我的，风雨交加。我是想让他自己认识到这个问题。好，自己认识。第二个问题，我还是问一下这个妈妈哈。大女儿多大？10岁。二女儿多大？6岁。家里面还有老人跟你们一起住吗？没有。没有。那如果先生去接了你，那俩娃咋办？他可以带着宝贝一起来接我呀。夜里11点多，带一10岁的宝宝睡得正酣，再带一6岁的宝宝。没有，那个小孩基本上跟着他，他不睡，宝贝也不睡的。哦，行，那我接着问先生啊。嗯，其实我听明白了，您所有的解释都是也听懂了妻子的话。嗯，你也知道人家要接你嘛，是，要不然你也不会诡辩说什么你应变能力强。嗯，听明白了，为什么不去接？因为考虑到市区，你也不知道哪里停车。我去接的话也不能够马上赶到现场，也不能来得及。没有，我觉得你这些都是为自己辩护。再说的话，还有手机上有这个动态的这个功能，实际上我回到您为什么不去接？其实他要的就是这个。关心一下嘛，确实他在玩朋友圈，他当时在，因为我想到你应该独立更成熟，就没想到这事儿、嗯、啊，让他独立成熟。你怎么一个电话都没有呢？在路上你可以打几个电话给我，让我心里安心一点啊。后来我还是给你打了电话，因为那个时候你说差不多到家了，我就放心了。其实这个过程我还是在他心上的。我觉得你这样子真的让我很难接受，当天晚上我就很难过，我都没有理他。就那个夜里是觉得自己被忽视或者叫忽略了，对吧？还有什么让您觉得不舒服呢？很多次，我其实为了他，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前是一起创业的啊，平时我们设计的产品是找别的设计师设计的，他每一天晚上都会很晚，然后设计出来的产品呢，在我们生产的过程当中改的很多很多。那我看他这个很辛苦，我不是这个专业，我对什么立体的形状一点都不懂。那我在网上我自学了一个 3D 软件，就是本着对他这种深爱吧，我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没有日没夜的在那里自学，然后我们所有的那些产品都是揽到自己身上来设计，然后每一天晚上都是很晚很晚睡觉。刚开始他还觉得，哎，挺不好意思的，陪着我，你辛苦了，倒杯水怎么样？后面就不一样了，他就说，哎，你早点休息啊，然后他就去睡觉去了，没2分钟，呼声就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因为你也知道，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确实熬不了夜。一般到了11点钟就会想着睡觉，但是为什么到了后面的时候就有这种不耐烦出现了呢？这个可能当时由于我的这个工作的压力吧，投射到你身上吧，这个确实是我当时没在意，但是我的心一定是没有那种责怪的意思，这个可能应该是误会。你曾经对我说过，哎呀，你是我手心里面的宝。那有了大宝之后，你就说我是大宝，他是小宝。有了小宝之后，我还是大宝。大宝变成二宝，
二宝就变成小宝了，我们家三个宝你说都是你最爱的，嗯，但是我没有看到这个爱体现在哪里。我觉得从大宝变成了宝，也是有个宝叫保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这个大宝应该自我磨砺，让这个宝贝自己更加垂山独木。那个他对你怎么样啊？咱不说大宝和二宝那点事儿，以前好，现在不好、就是、我举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吧、今年的国庆节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13周年。那时候他出差了，到国外去了。当天，要去聊聊天，啊，这样子。再问啊，家里谁管钱？我管。哦，您管钱。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夫妻双方有冲突吗？意见能够达成一致吗？有冲突。什么样的？很难达成一致。啊、哦。就像小孩子玩手机啊。啊。他明明知道这个是对他不好，只要孩子一说，他就马上给。我觉得这个对他的眼睛很不好。我认为小孩子童年的时候玩一玩是很正常，不给他手机玩他也会玩别的。小孩子这种视力这个免疫力和这种东西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坏。那你认为他坏了之后再让他好吗？未尝不可啊，我们去做个引导。所以你说这种观念，所以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们夫妻俩是怎么解决的呢？我在孩子面前现在没有权威性，有时候我说他几句他就跑到爸爸那边去了，根本就不会。本来做母亲的就是母慈父严，你做母亲的不一定要有很多的威严，对不对？因为做母亲的属于坤，我属于乾，乾坤。我对孩子，我声音如果高了一点点，他还不开心，认为我把他的小宝贝给怎么怎么地了，好像我变成一个什么什么后妈什么的了，然后，跟我去吵，当着孩子的面就当着为父，我觉得这点是
很过分的，就是爸爸太宠爱了，就是爸爸有点溺爱，是这意思吧？嗯，所以对孩子的这个教育观念上面，妈妈觉得爸爸过于的溺爱，爸爸觉得并没有，是不是这意思？嗯，是。我还是问问妻子啊，嗯，您今天来要干嘛？就是你想达到一什么目的？你觉得 OK 了？我是希望他很多方面能改，我觉得他应该还能够像以前一样的对我，至少是温柔一点，不要那种语气啊，态度变化。您是觉得您在您先生这个眼里已经没有吸引力了，是这意思吧？完全没有了。你完全多想了，我觉得你很年轻了，跟原来一样的。你现在这样说，你可以翻翻他朋友圈，没有一张我的照片。但是拍了很多，只是没有发表出来。没有，全部都是发的小孩子的。行，一开始听着觉得有点矫情啊，有点文艺哈、啊，就是特别像您小片里面说那个，哎，他到这个岁数怎么是这样？后来听来听去，我觉得这倒也是个好事，就是对于一对夫妻来说，不因为有了孩子之后而要忽视夫妻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妻子更关注的是跟丈夫的关系，有要求，感性的表达又得不到一个伸张，所以心里挺憋屈的啊。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是什么，咱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周老师，啊，我跟你的感受一样，赵川，在他们出来甚至没出来之前，我其实已经做了一个设定，我觉得，哎呀，一看就是女的太矫情了，都这岁数了，俩姑娘了，这干啥呢？还这样？但是细细听他们说来之后，我觉得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逆转。事实上，我觉得不是女性的少女心在百转千回、辗转反侧，而是夫妻俩的生活当中还是那些摩擦让他们之间的情感出了一些问题啊。先生，我想跟你说几句。通过这一段的交流，我觉得妻子做了很多的改变，她从一个小公主变得洗手做羹汤，为全家人做饭，学会了包饺子、做面条。其实这个转变在你来说，你可能觉得天下的妻子都是一样的，难道你有了孩子不该做这些吗？我想说的是不一定，我不会包饺子，我也不会做面条，而且我坚决不下厨。不是说我不愿意下厨，是真的我弄不好。我试过几次以后我放弃了，因为我把厨房弄得一塌糊涂，我妈说你还是出去吧。所以我觉得对她来说去做这一切，今天说起来风轻云淡，但学起来这个过程很痛苦，很漫长，而且很枯燥。不是说我从小就会，我长大理所当然的我就做给你吃，而是她做了母亲和妻子之后一点一点在学，挺难的。另外，赵川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她是不是全职妈妈、全职太太？她不是，她在和你一起工作，完了之后还要照顾家。我真的可以想象一个内心充满了文艺情节，在13年的结婚纪念日要写一首诗，还不愿意一下拿给你看，放在朋友圈里，通过这种细腻缜密的心思，希望你不经意地看到，然后你们之间心领神会。我就想这样一个女性，她其实承受了很多，她没有因为这些小心思就固化在那个小公主的梦里，什么都不做，每一天等着老公来给她做饭，等着她来照顾自己的情绪。没有，我觉得她在很努力的学习，非常努力的适应各种角色在不同的阶段。但是你也要允许我们别放下内心的那个小公主的梦，就这么混乱的一地鸡毛的生活当中，给我们保留一点点小文艺和小清新。远方太远，就让诗意留在现在好吗？谢谢你，谢谢。谢谢周群老师啊。周群老师说的特别精彩啊，我很同意啊，但是我的视角可能稍微有一些不同啊。那个曾女士，其实事实上不是因为你老了，是你老公老了，你老公变成了你的父亲那样的人。很简单一个道理，你父亲在年轻的时候肯定也是很宠你母亲的，后来为什么把你当宝贝？同样把我母亲也是，在外人眼里看起来，他对你也很好，就好像你看着你父亲对你母亲一样。但你母亲有没有抱怨过？或者你根本不知道他曾经抱怨过？你以前说过一辈子把我当宝贝的，为什么你现在对我女儿那么好？一个男人在
慢慢的变老，在变老的过程中，他的愉悦感在发生一些变化。他不是说对你不好，当然他我很同意周群老师说的，你确实对他的关注在减少。那关注在减少的原因是什么呢？每一个人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你看他宠你和宠女儿一脉相承，当年怎么宠你的，现在就是怎么宠女儿。你说你对女儿不要那么宠，但是你反过来说你要对我那么宠。一个男人在慢慢的变老，他对于更小的小公主会产生一个更强烈的宠溺的感受。我真心觉得你老公对你应该算是相当相当不错。为什么？因为时至今日，你站在这儿还可以一个允许你做梦的姿态出现，我觉得这是不错的。当然他有他的问题，就你现在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更多的工作，他反而把对你的关切慢慢的转移掉了，这当然是他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你到今天你突然之间发现好像我的宠爱少了，正说明这十几年来他对你的宠爱一直都没有变少，直到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变少。家里面有一个公主，就要给一个公主营造一个梦；家里面有三个公主，就要给三个公主营造三个梦。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我觉得这个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给曾女士的建议是什么？正视现实，正视一个人是会老的，正视一个宠爱的对象是会迭代的。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把我们当成宝贝，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把父母当成宝贝，对于丈夫对于孩子到最后都是这样。谢谢大家。二位好啊，刚才听两位老师说完，再听完你们的故事，我觉得我活得太不像女人了。邹女士，我跟您可能完全是两个路数的，这样的两种类型的女人。就我整场听下来，我都就是有一点是我特别肯定的，就是你们依然13年把夫妻关系放在你们整个家庭生活关系当中的第一位，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你们的孩子每天生活在爸爸妈妈浓浓的爱意当中，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爱它也是有变化的呀，就如果你要求他始终如一，一直像当初热恋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事儿也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您表达的这种主要的诉求，包括跟女儿争宠啊，我觉得您需要什么呢？就是给您泼点冷水，就是四个字儿：认清现实。第一个认清现实的是什么？女儿是什么呀？女儿是血亲吧？您是姻亲，您以姻亲跟血亲去比，有抗衡的能力吗？所以他疼女儿不应该的嘛，而且那是你们俩的女儿啊，你也不是后妈呀，对不对？这第一个认清现实。第二个认清现实是什么？男人和女人就是来自两个星球的生物，男人的思维他永远是一条直线。就你希望他明白的一些什么事情，尤其到男人越老了之后，你要越明明白白告诉他。就像让他看朋友圈，你还给他设定时间5分钟，那他那5分钟你连手机都没看，他怎么可能看你朋友圈呢？所以你就直接告诉他，就说你就是忘了结婚纪念日了，我现在就是不高兴了，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你要让他自己琢磨的情绪，那你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堵，自己给自己找气儿受，对不对？所以很多话你直接跟他说，比绕着弯儿让他自己去感受效果更好，然后你自己可能还没那么生气，因为这个事儿马上就解决了。你想你这一天从早上一直到晚上，这一天你都在生气，对不对？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啊，你刚才一直说，你说你觉得变成了家里的保姆，你难道不是家里的女主人吗？你为什么会以保姆的心态自居呢？你不觉得你是家里的女主人吗？这个家是你说了算的呀，财务归你管，对吧？老公疼爱你，有两个可爱的女儿，你在做任何家务事的时候不是一种享受的心态吗？所以我觉得您的这个心态我不理解。就如果我说我在做这个家务，我可以不做，我可以选择不做，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不干了，但是我在干的时候我一定是愿意的，我并不觉得我擦地洗衣做饭带孩子是保姆干的事儿，我觉得这是妻子和妈妈做的事儿，我觉得这是女主人该干的事儿。这就是我对于你刚才讲所有你们两个人之间故事的一个理解。
当然你肯定不会同意我的观点，但我只是表达出我这一类女人对待这样事情的一个看法和态度，好吧？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肖娜老师。首先承认你们俩其实是很幸福，你的丈夫也很有责任，也爱孩子，但是你们的故事让我想起两句话，两句老话。一句话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还有一句话是撒娇的女人最好命。事实上你会发现人有一种本能和惯性，就是那个特别懂事听话的，特别做家务的，往往他的角色容易被事物化，被工具化。就是人在审美的过程当中对对象的这种态度，往往会因为谁更容易引起你关注，谁更任劳任怨、更事务化而有所区别。在生活当中不太倾诉的、不太撒娇的，往往容易被忽视，而那些弱小的、爱哭的、爱撒娇的，往往总引起人关注。如果要说变化，可能这方面就是变化，总是会去疼爱那个小的能够引起你关注。所以很多女人抱怨说，我做家务做多了，不是更多的引起了男人的重视，反而是让他们更加忽视。但相反，有些女人她也做家务，但她总是喜欢在男人面前唠叨唠叨、撒撒娇、抱怨抱怨，反而能够激起男人对她的一种怜爱之心。反过来的话，女人对男人也是一样的。你看那些在家里从早到晚接孩子、做饭、买菜都做的男人，往往女人习惯了习惯了，会觉得哎，老公是不错，但好像他就是一块不太生动的一块石头，引不起你太大的兴趣，因为在你看来他是空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会发现，我们真正应该去关注的往往是那些在生活当中付出很多但看上去不是那么生动的、任劳任怨的、奉献的人。你说呢？你喜欢孩子是因为孩子小，你在宠他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感受到一种价值，但事实上你让女儿经常这样看手机，无限度的宠爱，其实这种宠爱满足了你内心的那种价值，但事实上这种宠爱对彼此都没有好处，明白吗？行，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这事儿今天那劝架方式特别好，周老师先说吧，说这个吧，顾奇老师说这个吧，沙娜老师换一个角度吧，那涂老师从人性的角度再说一下嘛，这劝架的方式特好，反正该说的都说。那我就其实提一个问题，现实是什么？我感觉现实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还要有一些浪漫。这是你的要求，我看到的现实是你们幸福，因为有两个闺女，公司显然做得还不错，否则也没这闲心。如果生活的压力特别大，你根本没有这个闲心。所以浪漫主义情怀要有，你得让他意识到。比如说今天按老师的说法，你就算发出了最强的呐喊，听见呐喊没有？听见了。哎，我相信这也不用教啊，47岁了，以你们生活13年的经历来看，包括从孩子的岁数来推一下，其实您哄妻子的手段是很多的啊。虽然这个按陆琪老师说的话，年龄大了一点，精力确实下降了一些，把过去那些小手段拿出来用用嘛，我觉得事儿不大，不就要这个吗？对吧？给，能给不？能给。哎，你肯定行。但是我觉得年龄大，你没觉得精力衰退？啊，我也很年轻。是，那您就那个精力旺盛，啊，喷薄而出一下，对吧？行了吧？啊，挺好。不要像在外人面前一样的，在这里是这样说的，回去又一会儿又变回原来样子了。记住啊，多向孩子学习，看看你的老大是怎么平衡他跟妹妹的关系，看看你的老二是怎么跟老大和你博弈和斗争抢夺父亲的爱的，你学学可能对你有帮助啊。
来，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结婚13年来了，我觉得我自己一直付出的很多，对孩子也是非常负责任，对你的爱更加是，我觉得是倾尽了我所有。我希望你能够多爱我一些，好好对我一下。我其实这么多年来自己觉得对你的爱没有变过，更不存在说这个减弱，应该是更加深沉，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了。我也依然当时说的，你是我手心里的宝贝明珠。一句俗话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好了，谢谢两位的分享啊，来请回，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下载金鱼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金鱼 APP、天津 APP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我们看看这对夫妻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还要当公主吗？还是要的。让她当嘛，一直让她当啊。好好好好好，好了，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易贝诗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和24。可以看得出来，男嘉宾走的时候其实并不轻松啊，因为生活等待他，还有3000斤需要他照顾呢。三个女人需要一个男人的精心呵护，怎么分配他的精力，咱也不知道。希望他们过得幸福吧，来聊。